今天是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买二送二的最后一个周末，你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超级多，因为过完这个周末，下个周末就国庆，就不能享受这个买二送二了。很多游客都抓着最后一把的割韭菜。你们有没有买二送二这段时间来珠海长隆玩？你们看，游客真的很多的，现在还没有开始进去，现在还是在外面的门口，等一下进里面会更多人，估计今天至少超过10000人以上，因为今天的白景演出都有3场。便宜不是说不好玩，主要还是价格，价格给力的话游客是不缺的。你们看很多游客哈。